我是老外币，今晚要吃鸡汤，我是炮星，吃我一炮，哇，这把枪好厉害呀，兄弟们，是不是很爽啊？看完被我吓跑了，咱们追上去啊，把它炸成肉饼啊！然后这个模式的话，也是最近才出了一个新的火力对决新模式啊，只有潜伏才能玩，但是正式服的话，过几天就要更新了。哎呦，不着急自己过来了，这小子还真的是找死啊！这把枪就更熟悉了吧，加特林啊 ，M134。僵尸利器，只不过有点沉啊，拿到我手要脱臼了啊！哇，真是个大家伙啊！貌似还更新了几个物资点啊，这不是游轮上的那个空桶吗？里面没有橡枪啊，但是有一个 MGL 榴弹发射器啊！哇哦，这次更新了好多新枪啊！诶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有直升机呀？哪里来的呀？兄弟们，告诉我在哪里开，我要去开呀、啊！让你嚣张啊，看我给你轰下来啊！咱们这个炮的话只有那个导弹追踪器啊，飞到海里都能炸爆你啊，等着坠机吧。3、2、1，兄弟一路走好，下辈子一定要注意啊。来来来，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这个榴弹炮啊，和加特林啊，是不是又大又粗又黑呀、啊、既低调又有奢华感。再看一下这个新出的小手枪，这个貌似也是榴弹炮啊，小型榴弹炮，看一下威力啊，我的天，这就是手榴弹啊！不过这个要计算那个抛物线啊，计算这个距离，但是还是很准的嘛。不错不错啊，我能玩一年。今天咱们好好研究一下这把新武器啊。它这个导弹也不是百发百中啊，也是要计算这个距离的，还是要多加练习啊。前面有个敌人啊，咱们轰过去试试啊，应该打不到啊。然后果然打空了这一枪啊，这玩意就是个配件啊，叫什么空袭定位仪啊，对目标区域发起空袭轰炸。应该是说打空中的要准一点，所以咱们就多多打飞机吧，练习这个精准度啊。哎，有人过来了，谁在我楼下呀？在抢我导弹是不是啊？不存在的，咱们下楼啊，给他砍一下视角。哎，过来了，阿东，好爽啊！还有没有啊？再来一个，我来一个三连杀。哎呦，你们这帮人啊，能不能一起上啊？好，让我子弹别停啊，慢吞吞的啊，这才对嘛。哇，这帮人好肥呀、啊！他们也有榴弹炮啊，但是我不需要了啊，咱们可是导弹发射器呀、啊！我们舔一下这个吉利服啊，把这个绿毛给穿上，再搞点子弹啊，真香！哎呦，打起来了，是个好时机，这个距离应该没问题吧？不管了，先来一炮再说，开启跟踪模式。我靠，这都不死，明明打中了呀，厕所都要炸了啊！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咱们换把步枪吧，给他们点教训啊！人呢，滚出来！啊！我让你跑，给你门牙打掉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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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最后一个，我亲自给你收尸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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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漂亮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好了，听说新版本的话，应该是今晚更新啊。炮星今晚直播带你们玩这个新版本啊，记得8点来西瓜视频看炮星直播哟。西瓜视频搜索炮星，不要离开，1000万粉丝福利来啦，兄弟们！炮星发视频这么久了，也是很多粉丝支持，一路相伴啊，真的很感谢兄弟们，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炮星，所以炮星给你们准备了一波超级无敌的福利啊，来回馈你们。今天先抽零食大礼包100个，记得评论下方评论我要零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记得点个赞哟。